上篮两分。空哦，连续进攻篮板，犯规，前场球。三分球，9-0。又换人是不是？对啊。球换人。没有空位。不算犯规啊。换人哦，换人换人，白队换人哦，偷的。犯规，啊，双挡很漂亮，说都走进去了。两分。下一球换人吗？下一球死球换人，三分没进。三分，没换吗？还没，还没。不是死球，我蛮想没换的。快点换，是下面怎么样？换应该是界外球，界外球或者是犯规。下面的，你要有眼神交流。好球，
犯规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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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想打快了，迪克你不上吗？没有，出界。我知道。三分吗？下一球，下一球换人哦。他说下一球换了，下一球死球换了。犯规！犯规！犯规！换人。没进，出去，三分钟。哇塞，飞得位耶，犯规。马龙大太会操了。
后撤步啊！我靠，两分！后撤步两分太扯。好、哦，有两分，剩一分钟喽。一分钟，帮我调一下，要停表了。停表。每天买菜就喝啊，还有那个啊，有啊，他们那个有利息，有利息的，你表面跑，你表面跑，你表面跑。你用工，你用公费啦，你就说因为设备需要。哦，差一点。十九八七六，六秒剩六秒，六秒，五四三二一。